第三题，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万有引力与下列何者无关？我们晓得万有引力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万有引力的大小跟质量乘积成正比，所以会跟两个东西的质量有关，所以会跟地球质量有关，我们不选；跟太阳质量有关，我们不选。然后跟质量乘积成正比，跟距离平方成反比，所以我们知道它会跟距离是有关系的，所以诸两者的距离我们也不选，所以没有关系的就是应该是我们的 C， 两者的形状。所以第三题问我们说，地球和太阳之间的万有引力与下列何者无关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两者的形状。